你家孩子是这样画房子的吗？你家孩子植物画出来都长一样吗？你家孩子动物画出来都只有一种样子吗？可以理解家长们想给孩子提供画画参照的心理，但长期下来，孩子就会产生固化思维，不懂创作，想象力匮乏。哗啦啦研究5至12岁儿童成长的特征，专注少儿创意美术课堂。学了哗啦啦精品课的孩子们早已掌握了丰富的绘画技巧，能画出创意画作了。你家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差距就是这样被拉大。告别传统绘画教学，让孩子们跟着美院名师在家提升绘画表达能力。一节60分钟的直播课，9节创意录播课，10节课只需要9.9元，让孩子观察、总结、想象和表达一步到位。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为你家的孩子报名吧。